姐姐谢静燕出道28年，虽然已经43岁了，但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，熟女美貌超冻龄。自从她开始经营社群网站之后，经常放送美照给粉丝，而这回她又来福利粉丝了。只见谢静燕虽然穿着长裙，但招牌辣腿当然不能藏起来。她撩起裙子，露出修长白皙的美腿，一脚踩在椅子上，另一只脚弯曲放在桌子上，形成完美的皮字形，若隐若现的撩人画面都让网友们快喷鼻血。粉丝更笑称姐姐真的很会帮大家谋福利。而除了性感，谢静燕也很会耍可爱。日前她就po出一张照片，甜美微笑还秀出可爱的酒窝，还戏称是她的双胞胎姐姐爱扁嘴，都让粉丝直呼姐姐太美了。